哪儿大侠，那边大侠，跟我走。
醒醒吧，王哥！王哥，大哥，醒醒啊！你醒醒，别吓唬我！王哥，醒醒吧，王哥！都让开，都让开，都让开，看我的！啊！大哥，你醒了？醒了，哥。赶紧报告三木太君，就说那土匪婆子还在外药跑呢，快点让人去抓。三木太君他率领着全体皇军去县城集合了，走了有半个时辰了。什么？太君上县城了？干什么去了？不是哥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三木太君接到野田太君的电话，就立马带人走了。是啊。他临走的时候还交代，如果抓上那个女八路，连夜押回县城，争取在野田大队长那儿再立新功。大哥，这女土匪你抓着没有啊？你临走时带的皇军还有咱那些弟兄，怎么都没回来啊？别乱，别乱，让我想想。大哥，你喝。说什么？皇军上县城了？是啊。啊，土匪婆子抓着了吗？问你呢？你问我？我问谁？啊？你说你们刚才都问了，啊，不是土匪婆子，就是皇军。你们谁问问我是怎么回答了吗？啊？你们都按的什么心呢？哎呦，大哥。都盼着我早死是不是？哎呦，您消气儿，我死了你们好接替我的位置是不是？哎呦，啊，大哥大哥，我没这意思。大哥，天地良心呐，我们都盼着你长命百岁，万寿无疆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你们俩看着他，上操场上给我跑圈去。是，不是怎么又让我跑圈啊？大哥，赶紧跑去。没什么事儿吧？你是不知道，要不是我眼疾手快，我就再也见不着三木太君的老人家了。我知道你的功夫了得，别说一个柳絮了，就百八十个也不是你的个儿啊。对，对了，你说三木太君上县城了？是啊。临走的时候，没说点什么呀？我听说，美国人跟皇军在太平洋战区干起来了，华北司令部要在部队里抽出精兵强将去增援，三木太君就是率领着全体皇军参加抽选了。都走了，都走了。这么着，你呀，赶紧上伙房，给我弄点酒炒俩菜。我先压压惊。好嘞，等着啊。去吧去吧。挖地道？嗯。造花，你还嫌咱家折腾的不够啊？不行，你爱上哪挖上哪挖，反正不能在咱家。